悠悠版本啊，还是很好看。我们直接开始哈，一共是2个8拍。好，最开始其实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的侧 wave， 就是一个反 wave 怎么搞上去哈。好，前面呢会有4拍、3拍啊，跟以前一样，你要么就去，这里会有一个非常重的一个重拍嘛，你看你能卡不卡住？卡得住呢可以撞一下，卡不住的话就随便。然后等到第四拍的时候，我们出脚。啊，能卡就卡，卡不上就算了哈。1、2、3，走回来。好，第四拍的时候伸脚出去做这个，做这个哈。怎么去练习？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一节一节的哈。如果说你自己，在家里去练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好，站好，然后用你的胯挨住墙，好，肚肚，好，胸，好，肩膀。肩膀到了之后，头是仰的，对不对？然后再回到这儿，这样去练习，还可以挨着墙去练。好，原理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说呢，我们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轨迹怎么来做哈。一节一节，首先出我们的右脚的时候，先蹲一点点，蹲到之后，屁股它是往后撅的。好，顶胯往前，屁股夹紧，胯往前。好，现在一节节传递到我们的腹部了哈，肚子。所以说你的后背发力，把肚子顶上去，倒倒，往下倒。OK， 倒到这个位置该胸了哈，胸往上推，后背往上推，推到这个位置，好，肩膀回来，好，头再回来，说一说，5、6、7、8，先蹲，胯，腰，胸，肩，头，OK， 好，在这边做5、6、7，先下去哈，我们它是连在一起，一拍完成的哈，5、6、7、8，走，1、2、3、4，落下来。啊，最后做胯，好，有一个，它是4、5就到位了，好，5、6、7、8，走，4、5，好，有余震哈，弹弹弹弹弹，OK，好，所以说连起来，我们先慢的5、6、7、8，走，呼，好，先伸出去，来胯走啊，5、6、7、8，走，胯，腹部、胸部、肩部、头部，OK，连起来，5、6、7、8，走，呼，and stop。OK， 就这个蓝哈，好，准备，5、6、7、8，走，1、2、3、4、5，落下来，6、7、8的时候会有一个歌词 drive， 点个头 ，OK， 就是我们第1个8拍进拍的地方，就是这个反 wave 哈，把它拿下 ，OK， 最后一次，5、6、7、8，走，1、2、3、4、5。6、7、8 ，OK， 好，我们来到我们的第1个8拍，第2个8拍啊，我们的手呢端在这儿，然后我们胸哈去揉胸，这个就是基本功了哈，纯纯基本功。胸的轨迹呢，它其实会先从荡开始，然后到右，到上，它会有点点往上走哈，而并不是单一的往前，会往上，就是先荡胸，含胸，好，往右，往上，到左。再回来一整圈，手呼 and 呼 and 两圈，5、6、7，走 ，roll and roll and 5、6、7，走 ，who and who and 再来一次 ，roll and roll and，OK，、okay, 没问题。好，两圈胸哈，我们的脚是开 and 开，来脚尖拿起来，脚尖踮起来，转动脚尖。开膝盖，关膝盖，开 ，and 开，啊，5、6、7，走，开 ，and 的时候转动膝盖，转动脚尖，膝盖内扣，然后再回来，之后再做开，就是说是蹲着哈，开 ，and 开，加上我们的胸，开 ，and 开，啊，同时加手加胸啊，5、6、7、8，走 ，roll and roll， 再来，5、6、7、8，走，1、2哦，好，所以说连起来是开 and 开 and 出去哈，拍的是开 and 开，5、6、7 roll and roll and who， 它应该是开关开关哈，是一整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胯是 roll 一圈关了，对不对？好，再回来再关 ，OK。
就是我们拍的是一打二打。好，三打四打，这是一个dancehall 的元素，刮了刮了。好，这个手哈啊，用你的手肘，手肘往上发力，这样子哈，感觉在领什么东西，是这个方向哈，嘿嘿。然后我们脚下呢，一 and 二，看我的脚，后跟来，膝盖内扣，律动往下 ，and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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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and four 身体律动 ，and 的时候上去啊，五六七八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OK，、okay, 这样手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OK，、okay, 好，收收连在一起，好，五两七八走，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往下，整个呢重心全部都往下去，这样一点点哈，再次五两。七八走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两次啊，好，这个手呢就握住这个手往里面去敲，这种感觉 ，who and who and who and who 脚下 and one and 它有个就是转动脚会起来的这种感觉啊，好，这是我第一个八拍，前面四个动作哈，好。五六的时候，我们的手五从这个位置叠住，在脑壳上绕一圈，到你的左边，到后脑勺，然后轨迹回来之后 ，and 下，下完之后再上，它会延伸两拍哦，不要着急哈。五六大一拍回来 ，and 啪 ，OK。好，说我们的脚下呢，看一下哈。我们刚刚也是哈，关啦关啦，完之后继续开关啊，开关五两七八走 ，boom and four， 然后脚是踢左右，刺刺刺五两七八走五六大，五六大好五两七走五六大啊，再来一次。五两七八走 ，boom and 哈，好，完了之后呢，我们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去做这个魔性摆胯两次哈，提胯放，提胯放，能加这个就好，如果加不了就直接右八字摆也可以，右 and 左，好不好？右 and 左 ，and 两个胯。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八拍哈，连起来是五六七八走，一二三打四五六打七八 ，OK， 或者是七八都可以哈，咱们摆起来就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八拍了哈，好，我们呢来连一遍之后，从头连到这个位置哈，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大、四、五、六、大、七、八 ，OK， 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三个八拍哈，呲呲呲呲，用你的手呢捶你的胯，捶胯两次，捶胸两次，然后脚是一打二。来踩胯的同时去摆胯哈，右右往右边摆两次，右右左左，感觉像是个律动哈，嘿嘿嘿嘿，五两七走，踩一踩二五六再四一二三四加快，它就会很有律动感，五六七八走，呲呲呲呲，五两七走，嘿嘿嘿嘿。好，完了之后呢，我们的手端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个反五 F， 呜 and 呜，哎，刚刚那一套连起来啊，踩跨出去五六七八走，呜 and 呜 and 做两次啊，五六七八呼上去之后回来再来一圈呼，会带上柔胯哦，会有胯去揉起来哈，胯看胯的轨迹，前蹲。后起前下
后起前下后起前下后起再上反问符 and u。哎，如果说你把反问符拿下，其实这个已经很简单了哈。一、二、三、四 ，OK， 说连起来是五、两、七、八、走，一打二打三 and 四，做两个跨。实在是做不了，你就三 and 四 row 也可以，尽量做这个哈。好，五的时候五，给个肩膀，吸腿，扎肩 ，OK 就结束了啊。五六。七八走，呲呲呲呲呲 ，and 呲，蹦，然后最后剩下的有一点点词儿的话，就直接 ，ru 屁屁，结束，好不好？如果说你只跳到这里没关系，本来就只跳到这里了，好不好？好，那 ru 屁屩的话，就直接你踩左脚，以左脚为轴踩右，一，二。三结束，然后跨呢，你就按你的顺时针，这个叫逆时针方向去 roll and roll and roll 就结束了哈。所以说呢，我们第二个吧，第三个八拍，五、两、七、八走，一打二打三 and 四，五六七打八 ，OK， 这就是我们整支舞喽。好，我们从头来捋一遍哈，准备五。两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 and 四五六打七八走，一打二打三 and 四五六 roll roll OK， 好，最后一次，准备。五、两、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走，一、二、三、and 四、五、六、七、八，sorry， 刚刚有个头啊哈，第八拍是有个抬头的，忘记了，准备，五、两、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走，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五六打七，八走，一打二打三打四，五六七八 ，OK，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打四五。六打打七八，三打二打三四五。